你知道那个是我认识的吗？哦，是不是想跟同学一起去玩啊？来，给你吧。不要。爸爸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不是很平常的一天吗？爸爸还工作，去找妹妹玩去。小希，你别出去玩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看电视。喂，小韩，谁开的？谁你怎么做的？我呀，我爸爸给我买了小马宝莉全套的卡片，我妈妈还给我订了一个大大的蛋糕。好羡慕你呀，爸爸妈妈一直对你这么好。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等蛋糕到了，拜拜。好羡慕你呀，爸爸妈妈一直对你这么好。也许他们太忙了，不能怪他们。一样的权利，我做最重要。